副歌抓那个。哦，你还没成功啊？不是啊，第二次啦。他刚打泥玉龙就有成功了。而且你那个跳跳锤不是跳一次就算成功的，你要连续一直跳才叫成功哎。Hello， 我真假的？不然呢？不然怎么叫跳跳锤？那你那个叫跳锤好吗？哦，那也很厉害啊！那么简单，谁都玩。你往前冲，你只要按下 Ctrl 就可以跳一下了，好吗？想骗我？想骗不会玩的？我跳不起来。哎呦喂啊！喷喷！哇！啊！没事。哦，这个空飘的尸体很挡路哎、欸！嘿嘿，空分。哎，去弟弟，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！我在吹，我在吹，我在吹！我来了！有了！主要是无效啦，好了。很重，位置差。哇！我连续发动五次精灵王哎，怎么会？洗屏哎！哎、欸，靠呀！哇，没得怕了！真的，这个吸血很无敌的、啊，没得怕。有，我看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好地。妹妹，我是繁星。他听不到你的阿呆。你都不跟他听我的声音。想起用唇语说爱情。
有铁货吗？有尾巴后面那张。哦，在哪里？这里。我刚那么努力动，我都没有发现。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刚才跳装备。没有了。啊！我伤心到想去采个草。太平洋。我东西太平洋。太平洋。太平洋，伤心太平。昨日伤心太平洋。一首歌。我喜欢伤心巴士。啊靠！有点久。为什么？你说昨日伤心太平洋吗？离我远去不可留。那什么东西？年纪不一样。新鸳鸯太平洋。新鸳鸯。伤心鸳鸯太平洋梦。有这种歌、啊？没有啊。70年代的才有听。嗯。你有听过《伤心太平洋》吗？有。那有听过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吗？有。对啊。那你有听过《新鸳鸯太平洋》吗？没有。那是什么？天下一，哎。去搜寻了啦，那是一个他乱凑的东西。哦，我啊，来啊！哎、欸。你怎么没去撞墙？我靠！哎，我以为轻轻扣血也可以吃草、哦。这场都没被丧尸化到哎、欸。废话，有我在啊。是他有那个全状态异常无效。哦，那个有效哦。有啊，你就是之前有个敌神事件啊。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一把可以吹死那个、啊、耐障啊。没有，我因为他开场跟我讲说耐障无效，所以配啊，因为会丧尸。嗯，就是剧情开场不是讲说耐障无效。嗯，我以为是任何的。哦。没事。掉了，掉了、啊。我想说这场也太燥了吧，会不会被堵？屌吧，还是不要？我换铜棍。这个比较好。我看一下我还缺多少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好像都还没做。很多。打一大堆都没做，不知道20几张吗？以上。这叫事。乱我行，多翻哟。这是哪一个啊？差两个。他叫什么？你在找什么？那一个啊？没有那个。刚刚失套了的那个的任务。你说防具吗？对啊。整套。哦，整套。整套防具。我想说，你要不要清个喉咙？你好沙哑哦。傻沙哑。傻傻呀，傻傻呀，只有事物跟防具而已吧。还有别的吗？不是还有那个吗？家具。还有家具啊。嗯。有那个唱片机还是什么的，保险柜。嗯。保险柜。嗯。我记得啦。有啊。不然就是你调查班那边回报的啦。对啊，回报的。打字机回报吗？我打字机，我已经回报完了。哦，那就没了。哦，那就缺两个。傻笑果实。不然你就有空可以出去采采矿那些，采采矿、采采花、采采草。然后就是建议凑一套采集装。
走吗？就差不多打了。嗯嗯，对啊。一样在上面，那就不剪草了，真。按到第二段，重吹。哎、欸，还没生气。生气。小气巴拉。那有的龙是两次，有的龙是三次，还是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那这样第一口就下来，好恶心。刚好滴在我头上，这逆行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刚刚记忆断片了一下。刚刚不知道我在干嘛。秀秀，这装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记忆断片。记忆断片。我刚刚有一阵。突然好像失忆个三秒钟，人不在电脑桌前面的感觉，好恐怖哦！那是灵魂出窍了吧？对啊，听说这很危险呢。痴呆的前兆吧。哎呀呀！哎，这边有一个旗特别突出。没有啊。它是暴裂龙鱼大只，刚刚有看到它，我就在钓。上等暴裂龙鱼。我是看到这个、欸，对，上等暴裂龙鱼，我不会记，我没有记他的名字哦，我知道他是大只暴裂龙鱼。哇！哇！我没钓过哎、欸！啊！糟了！哎、欸，我上次在这边钓一个下午哎、欸！啊！我以前刚玩魔物猎人在那边。钓一个下午的鱼、欸、然后黄金鱼、欸、跟白金鱼这边轮流钓，我竟然没钓过它。我以前在还没有烂灰之前，我都在这边抓那个疯狂刷钱。对啊，白金鱼、黄金鱼鳞片，然后拿一堆火金鱼。对，困。哦呦，直接醒！他还没醒。哒哒哒！哎呀！
停哦，停哦，停哦，吹哦。好，真的。差十秒钟。哇、哦哦哦哦！好了。干嘛、啊？那个不是异常状态吧？刚跳下去干嘛？剪草。哎呀，我想说留一个可以直接吃的秘密。黄金鱼。哎呦，好险我没有丢，然后直接丢了。蓝翼龙，哒哒哒。哎呀！我刚刚在落石下等了大概一分多钟吧，看他都不过来，我就过来了。你没有喊一下，我们就过去了。没有啊，我很被动，不管任何方面。我刚以为你还在吹笛子吗？不是，还在那个哎，帐哪里啊？还在上一层。哈哈，没有啦。要吸多久？麒麟，啊！我石头打掉了，我射，干！我丢了，哇！哎，他很烂，他最烂，跟秀一样。什么？我臭！我没有那么夸张、啊。你后面就遇到一个很臭的，跟你讲，你就会觉得臭臭你比较可爱。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臭臭灵很丑啊。可是你不要喜欢百变怪啊！百变怪的声音跟臭臭你的声音能比哦？也是有浓郁的气色。如果一个长得很帅的声优配百变那个臭臭你的声音怎么办？那我就要喜欢他。我炸头！我炸头，那伤害直接爆出来了。嗯。哇哇哇！可能会中瘴气哦，等一下哦。啊，花了四十分钟打飞碟了。
哇，厉害啊！真的是有点太久了。打什么四十分钟？飞雷，飞雷了。呵。飞雷来我靠张的梦想家。你是用抓的还是用打的、啊？抓的哦。哇，更久，我的天！他再继续打，大概就要过时间。对啊。啊，我是用调查，我是用那个、啊、探索。哦，不会过时间，各位。因为我还没有开 MR 等级的飞雷龙，我还没有那个东西。哇，水！你还不能出来，你还在隔离。谁？江江啊。为什么？他刚刚一离开水面，龙就跑过去冲撞。我这么快走？没事没事，你继续在里面，你还在隔离，你还在隔离。你很好，你很勇敢，你做得不错。你很棒，他不是会停下来吗？哦，打到他停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2000滴血，对，那我不客气了，好，阿甘。一百，剩一百。嗯，他剩一百。白仓一百百。卡卡呀。哎、欸。嗯。干嘛？今天是礼拜二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啊、今天礼拜四啊。好像要开学的，你班很多开学的啊，高中以下吧。Yes， 而且一开学就有一个小朋友确诊，哈，好恐怖哦！我的妈呀！啊，就整个学校就又停班停课啊，好像是要两个才是全校停班，还要两个，一个就恐怖了，还有两个哦。撞天！开学确诊，那这样子已经很恐怖了、欸、嗯，小孩子我記得 是国小吗？国小啊，对啊，他们都会口水对口水，他们互打不是吗？吐来吐去。这是什么？听起来好变态哦！口水互打，口水在那边呸呸呸呸，当子弹。等一下，我要上弹，这样子。好恶啊！我的妈！到底是过什么国小生活？天哪！国小哎、欸，也是有小一、小二的好吗？我们小六那时候是橡皮筋加那个折好的纸在那互弹，不是都是拿珍珠奶茶吗？是我从来没有用口水这样过。珍珠奶茶是奶茶，你还要去亲那个哦、欸？我们都吐珍珠，然后、啊、有珍珠奶茶是特例，也就是当天的那个饭后甜点有珍珠奶茶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这样子。天哪，你是同一个年代的、欸。我的 fuck， 很好玩。看来我国小是没什么乐趣啊，不然就是那个湿的卫生纸，然后去丢到对面墙壁。这个倒是哦，这个每个人，而且这样吧，重点是那个墙壁是没有人摸得到的那种墙壁。我国中的时候被老师叫到后面罚站，然后我就在嚼口香糖，然后就。然后我就很无聊，我就把口罩吐出来到手上，我开始往天空抛，结果抛一抛，它粘在天花板，靠腰。然后还有一整节课都很注意那个天花板的口香糖有没有掉下来，应该很难掉吧？对啊，你整学期都没有掉吧？没有，后来有掉下来。哦，是。
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他在地板上。我是幼稚园带玩具去，就那种可以那个黏伸缩的拍拍手还是什么的。啊，我是有玩那个章鱼造型的，丢太大力。哎、欸，小时候的臂力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厉害，三层楼高往上丢，没有黏在天花板，黏了一整学期都还没下来。然后我一直很期待他在给我开那个毕业之前掉下去，一直没有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有那种更新的，他更稠，可是他又他可以八段，可是他就是你是说可以当轻键盘的那一种啊？应该吧。哎呦，轻键盘的那个很黏呢。然后你就忘记拿起来，这个键盘就毁了。对啊。那个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。你吸什么气？没有，没事。你还缺什么材料啊？剩四分钟，你们呢？我没了。休息啦。那秀嘞？啊，我在爬墙。啊！我想到我缺。不是，你还在探险哦、喔。我也缺飞雷啊！我缺飞雷的钢爪。那打、啊。他在打哪里？你要打飞雷啊，秀。哈，我打完了。我说我们要打，你要不要打？哦，好啊，等我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水母。哦，你要在地上就先看好，看好有水母再飞，不然你会白跑。真假的？当然啊。你怎么看？先15号营地出去之后，那个平台嘛，然后你看那个山顶上有没有水母带走，大概等个20秒。如果没有的话就换地就那个换地图。我已经爬上来了。那你就看看有没有啊。是个不能死的飞雷。没事，谁会死，就除了秀秀以外。你要进去去拔草。难解。我刚刚没有死。看 你死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我。啊。跟别人。你在探索死掉也不会死掉啊。可是我会跟你讲啊。你不会啊。我会说我没有死啊。你不会。你只会干。就知道你被打了。嗯，你古代树少一个营地哦。哈？古代树森林几个营地？四个。四个。我怎么会寄到五个去？我怎么了？干嘛？你想干嘛、啊？你是不是开外挂？没有，我怎么寄到五个去了？天哪，我怎么了？好脏哎！我是太累了。是。完了。痴呆。是你吗？这刚刚综合起来。我们先进去吗？还是等一下？你们可以先进去啊，我可以进去里面看看。你信不信？你还没来，我们就打完了。哎、欸，我信哦。你赶快来哦！你赶快出来哦！大水母长怎样、啊？就大，你看到就知道那个是个大水母了。真的很有比你还要大的感觉的大水母。好打！你都会担心被它吃掉，我跟你讲。真的假的？干！我昨天不是有 PO 影片给你看，你没看哦、喔？没有。恁鬼的嘞！我刚才要 PO 影片给你看呢、欸。我看的都是英文，怎么有你？英文。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难听哎、欸。你给我看，我昨天11:07PO 的 UHC 欢乐赛精华，利弗雷格开视讯。哦，是这个、啊，对不起。我看到了啦，来自老爸的叹息。哦，好大哦！妈的，每次听都很猥亵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大哦！听起来像白痴公主。嗯，好大哦！我没看过那么大的，超脆饼干。
要不要买潮吹饼干呢？11号掉下来，他就在这里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不要隐藏。哎，我没抓到。我刚看到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怎么掉？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？你又跟我们不同集会去洗嘞？你一直都没跟我们在这边，还叫我们先走。哦、你有何居心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在，我一直以为都在里面。你有何居心？从刚刚一开始我关台就说你们不在一起了。我被弃。哎、欸，迷你飞雷龙哦，你这是赶快过来哦，他只剩下9%血量了、哦。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要吃饭了，应该不用吧。不用啦，竟然在吃，竟然在吃！快进来啊！喝稀有装一箭扫荡的外挂、啊，那什么东西？一刀。哦，一刀外挂，一箭扫荡。那个不是手游才会有的吗？十一，有时候花个体力一件全部扫荡。外挂来源很明显的吧？参考手游。对了，睡着。对了，我哎，好快哦！再拍。好。用水球果感觉会特别有效，心理层面。哦。啊，算了，应该不会。你吃蜜药就好，你吃蜜药。我没有蜜药，你叫我不要。蜂茄啊，蜂茄的意思啊。哦，好。你是要跳到什么时候哈、啊？我叫你不要带蜜药，你就听啊。我叫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听。啊，这个很简单，我会啊。叫你不要背对着魔物很难吗？哎呦。牛来了，攻击龙。牛。大家都觉得我在欺负你，我很为难。嘿嘿。哎，阿牛不要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满了龙，满了龙。为什么？这里的表演很精，你们会唱？为什么你们会唱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为什么蛮二龙会想要打我？你欠打、啊，你就臭，你就臭，什么蚊子啦，一直去叮秀秀啦！不要啦，我真烦耶！而且我现在反正超饿。你是说聊天室那个蚊子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不是啊，我是说房间，我房间也有一只蚊子，是那种小只的，很烦的那种。小黑蚊 ，yes， 美国蚊。它不是蚊子吗？可是它是蚊子啊。对，他是敏还是什么的 ？Mouse， 不是啦。Mouse， 我吓我一跳。哎妈！那是小黑鼠。是什么新的物种？它不是蚊子吗 ？Mouse，
貌似。就把手掰断了。啊！哦，这次脸就没有那么油，可恶。因为之前脸油到蚊子粘在脸颊上面掉不下来，我用手指都把它抓下来。我用油啊，耳屁油，痘痘。不是你，你那个形容的很可怕。哎呀，没你可怕吧？我才不可怕。哎、欸，正在捕获任务啊！我知道啊，我阻止他。哦，我以为你要撞啊！没有啦，撞下去就真的每个人都在地上抱着头了啦。马内龙哎，马内龙哎，拜拜，小心哦、喔！我跟他走了哎、欸欸，拜拜。妹妹我看到你在后面晃来晃去。哎、大龙鱼。有没有更新小金啊？挑战加护小金有哎、欸，我有更新哎、欸。厚皮膜、欸，我有更新呢、欸。第一次没有。雷电带是什么？做雷、就是、雷电带素材，电属性的素材用的东西。哦，好啦，素材好啦，没事啊，快割了。谢谢。好啦，最近。这两天作息真的偏正常，大概就是一两点就睡了，然后早上七八点就醒了，然后就剪片完之后，从早上十一点就是撑到晚上六点等首播，然后想说哇，好久没首播了，首播一下啊，然后今天的成效还不错，有两百多人在看，然后首播完之后发现已经有快一千人在看了。那就先这样啦，等下就去休息了。感谢今晚的挂台收看，还有星星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直接去睡咯，拜拜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